提醒大家，赶快上 UP 直播参加投票，你的酒厂我说了算，投出你最想看到的项目，最高票的话就有机会在本赛季看到这个体育项目哦。好球，这颗球打到了界外了，弹出去了，弹出去了。这次这个球投手没有进，两队呢都各自请出了很厉害的教练哦。很多碰挡，你们都打到超过你那边去了。对啊，二垒有个大洞。没错，跪下去先把它挡下去。中间二三游击这边他们守得很死。中泽大热，这一颗球投手没有接到，拿球跑在你前面，又吹到了二垒。25秒可以投三分球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哇！接过第二球，接他就花25秒。队友就是相信我，然后给我这个机会。我觉得我们有比上有被上一次击倒。不怕输的队，没有任何一个英雄主义，胜利真的都是我们这10个人一起拿下来的。加到手里了！哇！50公尺，水花四溅，代表他的手很有影响，去参与，逼自己不断的进步。